网络上情色网站形形色色，但有一种换妻俱乐部却吸引许多成年人低调加入这个既神秘又充满情欲的组织。它里面还蛮夸张的，就是一进来都是一些很情色的画面，而且我们发现这边它有一些声明吧，还有这个很夸张，他说本站是依照法界人士的建议，讨论区的内容是在美国加州是属合法的，但是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真的。一进入网页就看见养眼图片映入眼帘，但想要一窥究竟，不仅要申请账号密码，还得经过层层审核。还有一个更夸张的，就是要认证，就是透过视讯认证，很像是你要去办美签一样，要 interview， 觉得你的身份合格了才可以。打开网络视讯，版主现身，不但要求女方坐在男方的大腿上，紧接着更要求做出亲密动作才能确认来申请的情侣或夫妻不是假冒的。而通过版主认证之后，就可以看见换妻俱乐部网站里的其他功能，更发现里头的成员不乏高学历的知识分子。然后里面不乏就是有工程师，然后像这个他就显示他是台北博士，这个也是博士，夸张，里面好像蛮多高知识分子。在网络上看照片，选好对象就可以透过通讯软体，甚至是手机电话相约见面。从一开始的聊天、吃饭，到最后变成交换性伴侣。这刚好违法，这应该不要。是不是违法？其实不知道，就是有些人会带女友、带老婆、带朋友，都有。就是人家说只是讲求一种刺激。两对夫妻关在房间里，不仅忙着办正事，甚至还会拍照留念。谁才是真正的夫妻，在这个俱乐部中似乎已经不是那么重要，因为夫妻可以做的事，在这里人人都可以做。记者综合报道。